接尾的，吓到我。喂，你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，啊、您辛苦了。哦，爸爸，父亲节快乐，您辛苦了。欸、你就直接上我，我爱你哦。啊，几点回来啊、哦？等一下就回去。等一下，先讲完先，等一下就回去，先让我讲完好不好？啊，爱你哦。好，拜拜。哎，你差点撞飞，你还好吗？三十万，哎，三十万，第一节课是第二节。喂，妈妈，今天这个爸爸在家吗？知道吗？就说一下话。哦，爸爸不在哦。都来照顾，谢谢啊。虽然说我们一直常吵架，然后又一直就是你来我往的这样子争吵。现在爸爸姐我长大了，那我希望你的个性可以好一点，让我自己个性也好一点。然后爸爸姐快乐，我爱你，哇。那个补习班说要不要？你说补习。挂掉了。好，爸爸，父亲节快乐，辛苦了，我爱你。哎，这里。忘记打到哪里了。同学，你还在吗？你是谁呀？喂，你好。喂，我是文君。祝你今天父亲节快乐。你辛苦了。我爱你。我在补习班。爱你哦。这样子。哈哈哈哈哈。其实我是福州晚餐。说没有卖错。那就我讲。我说。喂。喂。黑爸，我告诉你们大哥，我是从谁看我吗？看着我好头，我有事情想跟你讲。父亲节，祝你父亲节快乐。没有，你辛苦。辛苦了。没关系啊，提前讲没关系啊。你辛苦了。还有吗？欢迎。欢迎。谁碰我？我在专业，我什么高冷，然后还碰我。精简一下，好，先让我讲完，辛苦了，我爱你，谢谢，好，成功，谢谢。